好，开。知道，哇，这个效果太好了！看一下旁边的嘛，我觉得你的手可以暂时离开键盘，不然就容易按错了。对，对，继续上下拉，看一下。看一下这里面的结构。对。你这不是越调越白吗，大哥？这是啥？啊哈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然后再往下拉吧，再看一下。哦。再看一下那个 USB 的嘛。啊，清晰啊。缩小嘛。是的。对。太清晰了，太棒了，是的。大哥，不要乱拉了，好吧？太过分了。你是假的吗？是的。感觉这么清晰啊。OK 吧，好黑呀、啊！我去，你调效果真的是把中间那个拉高嘛，中间的对啊，对对，好了，差不多。